嗨，大家好，咁今次呢段片就系想讲一只咧，我今日去咗楼嘅 squishy 冷蛋啦，咁就系呢一个嘅，咁佢系一个好普通嘅波啦，但系我觉得平平地咁样，同埋佢几得意，咁我拎咗翻嚟啦，咁同埋我觉得都几得意啦，咁佢又系呢一个波嘅系列啦，咁有。網球啊、籃球啊、呢、這個叫高爾夫球啊、其他等等啦、啊，咁我就拎咗呢個籃球嘅。咁呢個係 BB 仔玩嘅籃球啦，呢個籃球呢個係大人玩嘅籃球啦。咁我攞咗呢一個，咁我咧都覺得呢一個係幾靚噶啦。咁即係喺咁多款入邊，我覺得呢只都好靚啦。咁我本來最想要係呢一個，唔係係呢一個銀色嘅。足球啦，咁佢系主角嚟噶啦，因为两幅图大图都有佢份嘅，咁我觉得应该系主角啦。咁同埋佢系好得意咯，不过第二款我就中意呢一个嘅，咁我领到都觉得好劲啦。系啊，因为我领班平时一向都好差嘅，运气好差。系啊，算啦，咁就系呢一个嘅，咁佢都好 soft 啦。系有呢个球啦。咁样咧，我留翻嚟系6蚊一只嘅啫，咁平平地一只咧，咁我就会放吊书包啦。因为平时用嗰啲 Rare 嘅 Squishy 吊书包咧，我同学有一只咧就系吊咗书包啦攞嚟，然之后咧系一个 chocolate bug 嚟嘅，跟住攞到翻学校之后，俾啲同学系咁喺度 bug 啦，然之后咧劲多 defects 咯，前后都有晒，即系咧呢啲位啊，全部都有齐晒咯。一 part 咧，中间嗰度咧。系裂开晒，咁就系啦，咁就系呢一个篮球啦，系啦，咁我呢段片就系讲呢样嘢嘅啫，其实我都知好无聊噶啦，不过睇得闲啦，系啦，咁如，系啦，冇嘢啦，拜拜。